Hello， 各位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小鱼啊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新斗罗大陆。由于上一期视频中小鱼的迷惑操作呀，使我们的战力没有得到提升，也没有召唤出九尾狐猎浪，非常非常的气啊，小伙伴们。那么也是有小伙伴跟小鱼说，这一个斗罗武魂里面的武魂召唤是没有活动的。哇，真的是可惜了呀，小鱼存了500多个，居然跟我说没有活动。那么今天的话就把这500个召唤力全部给他一次性用完啊，小伙伴们，来预览一下能够获得什么东西。4个顶级武魂，然后还有非常多的高级武魂，这个中级武魂跟低级武魂就不用看了，小伙伴们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顶级武魂啊，小伙伴们。你战力能加个至少3亿？真的吗？哇，是不是真的呀？能升这么多战力吗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，目前战力是72亿，我们就来拭目以待，将500个召唤力全部用完，能够升多少战力？小伙伴们给我点一个赞，就可以增加我1点欧皇之力哦，小伙伴们，来吧来吧，我们开始召唤啊。第一波没有顶级武魂，第二波仍然是没有顶级武魂。哎，小伙伴们，顶级武魂来了哦，这就是小伙伴们点赞的效果啊，小伙伴们，赞不要停，我们继续抽顶级武魂。哇，看到没有，又来了哦，小伙伴们，感谢小伙伴们的点赞。哇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的点赞太给力了呀，直接来了一个完整的6翼天使啊，爽！感谢小伙伴们的欧皇之力啊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再来几个。真香！哎呀，哇，小伙伴们，昊天锤出来了，又是一个顶级武魂。哇，小伙伴们的点赞实在是太给力了呀。那么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次，又是40个冰凤凰的碎片。哇，这一次真的很欧皇啊，小伙伴们，主要是小伙伴们的点赞呀，给了小鱼欧皇之力，不然小鱼这么脸黑的人怎么能够开到2个顶级武魂啊。收集成就，来吧，我们把能够升星的都给他升一下啊。钻石猛犸这边升星，还差一个噬魂蛛皇就可以整齐一套啊。套装效果是攻击加20%，哇，超级给力。然后这个应该可以升很多星啊，可以升2星。哇，还升不了2星，还差2个，继续来升星。升一星可以加很多战力啊，小伙伴们，这个中级武魂跟低级武魂简直每一个都可以升星啊，这个估计要点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加速一下吧。2 hours later， 哇，小伙伴们，真的这个战力加的太爽了呀，小伙伴们，加了非常多战力了，估计加了有3亿多了吧？对，果然啊，这个小伙伴说的没错啊，果然是可以加到这么多战力。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吧，叫做融魂，这个功能小鱼暂时没有看明白呀，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，什么叫做融魂？我们先来看一下加了多少战力吧。哇，加了3亿7千万，小伙伴们，加了3亿7千万。并且小鱼还有很多的东西都没弄啊，收集下成就，500个钻石，150个钻石，哇，300个钻石，超级爽啊，小伙伴们。这边少一个破魂枪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合一个破魂枪，好像合不了啊，这个东西，破魂枪40，哎，刚好可以可合一个呀，小伙伴们，看到没有，40个碎片刚好把破魂枪给它合出来，这样的话我们又可以激活一个武魂套装。来吧，合成破魂枪，武魂组合双防加了20%。6翼天使这边少一个噬魂蛛皇，可不可以合成一下？顶级武魂4选1，噬魂蛛皇好像还少了6个碎片啊，小伙伴们，合成不了，可能今天的战力就只能加到这样了。不过还是很开心啊，加了差不多4亿战力，小伙伴们。挑战一下武魂争霸吧，武魂商店里面是可以兑换武魂召唤令的，小伙伴们，来吧，看一下啊，今天的次数已经打完了，我们来挑战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破一下记录吧。今天是打了90000亿伤害，看一下能不能破一下这个小记录吧，因为刚才我们的战力也是提升了那么一点点嘛，对不对？不知道九尾狐猎浪什么时候返场啊，小伙伴们，明天应该是有新的道具会上场啊，明天是周四嘛，
周四一般都是有活动的，对，然后周一跟周三的活动就比较少一点，对，期待一下明天的活动吧。小鱼记得以前小鱼有一个群啊，里面是可以看到第二天的活动的，但是现在找不到了，对，加油加油，突破一下刚才的战绩，九万亿吧，对，九万万亿，目前已经来到了五万万亿、六万万亿。OK， 已经突破了啊，小伙伴们，突破了呀，但是突破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高，最高伤害肯定是我们的猪竹青，不知道猪竹青跟九尾狐狸娜哪一个伤害更高啊？非常期待。好吧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小鱼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